白河莲花温泉、关子岭温泉，还有美食啊，台南的美食，鳝鱼面我最爱啊，但是实在太多了，一下说不完呢。我们牛肉汤、鳝鱼面啊，一大堆啊。我觉得台南的交通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，陆平以外啊，轻轨捷运，我现在主张呢，环东西南北那个中华北路应该拉到福安路，再往北拉一点，这样可以改善整个安南区的交通。那计划是必要的，这是建设未来，这是投资未来，这个一定要做。我是叶宜津，台南立委，我在卧草立委给问嘛，7月8号欢迎大家来给问。